要把把多年历史保存做好多价值的历史文物。伊大书院是今天向第一个法定古迹。你唔中意读书啊？你中意做咩？我唔中意。你唔中意读书啊？我唔中意。我中意读书，我唔中意做警察。我中意。又系做警察啦？你知唔知呢度系咩地方先？意大书院。啊，咁样嘅，知唔知我嚟做咩噶？我嚟。拜神。我嚟咩？拜神。读书。读书。你哋读咗书未啊？读咗。几多年级啊？你哋？一年。叫嚟呢度读好唔好啊？二帝书院是一所两进式类似祠堂的乡村建筑物，书院的入口设在侧门，而最特别的就是这条白石巷。当时能够在二帝书院读书的学生以白石巷弟子自称，在当时来讲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正殿，就是文昌帝、关帝和供奉的灰星踢斗、财帛星君四个。在度读书嘅，佢哋就行晒啲台啊、啲凳啊，喺度卜卜斋。呢对对联系咪你啲祖先写噶？系啊，以前系我哋祖先咧，叫做邓益元，佢系武举人嚟嘅。为什么这间书院呢会隔了这么多年之后决定再重修的？因为查理斯王储呢，他上次来过呢，他那么啱见到说这间什么来的冧晒的，那么博物馆的馆长呢，他就说这间以前是书室来的，那么后来呢就再联络回我们那些会粉。只要的是能写字、能雕刻、能合金就好了。一家是在做了底窑来合金嘛，一盒1000块，一块一万左右。
中国人呢以金为贵吗？贵重吗？如果这个旅游啊搞得好的时候啊，这个金箔几百两不变色的，这个笨绣奇货，就是普天下的人来这里拜神呢，都是修这个行的负责嘛，这个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咁我哋可以见到咧，二弟书院里边咧有好多咧系受咗佛教影响，而见到嘅图案咧系有佛教嘅思想喺度嘅。咁呢个门头其中有一个例子啦。呢个窗花系有一个万字嘅图案。咁另外一个特色咧，喺二弟书院所见到咧，就系我而家站喺呢个位置侧边嘅窗花。呢啲流窗咧，可以讲得系水头村传统建筑最特色嘅地方，因为佢咧系特别揾人嚟设计嘅。咁有好多唔同嘅流窗嘅窗花咧，我哋到处都可以见得到。点解学堂里面会有咁大把嘅关刀嘅？以前咧，我哋啲祖先咧喺度读完书咧，亦都练下武嘅。咁佢哋平时咧唔止系读书嘅，佢哋亦都扎埋武。呢啲关刀咧，大约都成60几斤至到200几斤嘅。你哋呢房人咧，有冇出过啲武状元啊？啊，都考功名都几好啦。好似我哋太公邓松山咁样，佢当时都考到个6品官。刘坑堂后座以及左边的大宅，当时是用来训练学生去参加武科举的地方。现在这个练武场已经日久失修而荒废了。科举制度咧，喺中国历史上边，每一朝都系有啲嘅变化嘅。咁如果清朝嚟讲啊，喺大概上我哋系分做3级嘅。第一级咧就系院士，系挑选秀才；第二级咧就乡试，系挑选举人；第三级咧就会试，就系要喺京城考嘅。中举嘅咧就系有呢个进士嘅衔称嘅。攞到进士之后啊，再揾一啲成績前茅嘅咧，就參加呢個殿試，就分做首二、三名，即係狀元、探花、榜眼咁樣。咁但係從呢一個嘅秀才開始啊，嗰個投考資格咧都唔係容易嘅，因為啊，所有嘅讀書人啊，就要喺各地嘅村或者係縣裏邊咧，係參加一啲嘅考試，嚟到攞到呢個童生嘅資格。位于元朗平山文物径的近庭书室在1870年建成，是由邓族22世祖香泉公为纪念他的父亲近庭公而建。邓氏向来重视教育，近庭书室就是其中最豪华和最具代表性的书室之一。这里除了我来做书室之外，还有什么用途？这里就有一个本来是一个家室来的，佢家廁咧就兼埋做書室嘅，咁呢次都要講一個
嗰啲卜卜姐嘅知識嚟嘅。到底咧就我都喺呢度讀書嘅，即係我爸爸咧就側重於教育，我真係好注意教育嘅，即係俾啲知識我各方面讀書。咁咧又而家咧就所以咧佢就各村嘅人都好歡迎嚟讀書嘅。近庭书室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附设一座无论在建筑和在室内设计都是美轮美奂的庄园，同书室的左侧门相连就是这座青鼠轩了。青鼠轩除了被在近庭书室教书的老师作为宿舍之外，它主要的用途是招待贵宾朋友。据邓伯伯说，当年嘉宾到访，访客多数会经由近庭书室正门进入崇德堂，向祖庵参拜致意，之后就会经过左边侧门到青鼠轩大厅呢度食茶点同埋倾偈，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到二楼客房留宿。近庭書室咧，除咗我哋睇到個精巧嘅佈局之外咧，有好多嘅建築細部咧都值得欣賞嘅。咁舉例咧，喺第一進咧屋脊嗰度咧，我哋見到咧啊中間嘅圖案咧係有龍門呢兩個字。喺龍門嘅右手邊咧有條鯉魚，咁換言之咧呢個係鯉躍龍門啊，象徵咗啊呢個學生讀書成功啊。咁喺鯉躍龍門側邊咧，我哋見到有兩疊嘅土，咁呢度咧亦都係話象徵嘅桃李滿門。咁喺呢個屋脊下邊嘅望板咧。是紅色的，咁換言之咧，喺度讀完書行翻出去咧，就應該咧係有功名啦。天井嘅一旁咧就有個漏窗，漏窗側邊咧就有兩條嘅魚。咁呢兩條魚咧，其實咧除咗裝飾之外咧，喺後邊嘅屋頂咧要嚟漏水嘅去水位嚟噶。咁好可能平山鄧族咧就好注重個人嘅衞生，所以就起咗呢個浴房啦。咁呢個浴室咧，除咗呢個沖涼嘅空間之外咧。呢、这個門口咧就係仿照蘇州園林其中一個做法啊，咁佢形式咧就係似一個水瓜形嘅。鏡蓉書屋在當時來說是規模最大、師資最好的私塾，可能因為沙頭角位置較為接近南頭，很多苦讀多年要往南頭考科舉院士的學生都會在鏡蓉書屋這裡深造苦讀。根據記錄，鏡蓉書屋先後出過最少四名秀才。在清朝的時候，大約新界的男丁能讀過書嘅咧，佔咗差不多有60%，特別係響上水地區，就當時期由7歲至到14歲嘅男丁咧，幾乎有75%係有機會入去啲私塾度讀書嘅。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日月盈昃，神宿列张，神宿列张。廖先生啊，我听人哋讲咧，你曾经喺张德堂度读过书，嗰阵时系几多年前嘅事啊？嗰阵时咧，我开始读书第3年，大概系1900
1922年嘅時候。哇，都好耐歷史咯喎。啊，70多年噶啦。嗰時張德堂起嚟咧，係咪專登做學校噶？因為我哋新界嗰啲大嘅鄉村咧，同埋我哋上水最內啦，嗰啲有錢啲嘅家族咧，多數都起一間啲咁嘅書塾，嚟俾啲子弟喺讀書啊，或者碼頭温習啊咁啦。廖生啊，你哋舊時喺呢度咧係點上堂噶？先生咧就係坐呢個位，嗯、就面前呢張台咧就係教啲學生嘅。學生就坐喺嗰處嗰啲書台。嗯哼，嗰時嘅學生咧係幾多歲到噶？波波齋嘅學生咧就由七八歲至到十幾歲都有嘅。嗯哼，點解叫波波齋嘅？咁啊，因為個老師咧多數揸住支戒方，波波咁打嗰只腿作聲咧，咁啊叫啲學生肅靜啊。或者聽佢個口令啊咁咧，咁啊所以卜卜作響咁啊，所以一般人叫做卜卜齋啦。多數係一群家長就合埋咧，去俾幾多啖谷啊，幾多臘肉啊，又幾多買餸錢啊咁咧，就請佢一年費用由嗰啲學生個家長分擔咯。我讀嗰陣時個老師咧，就喺保安院嗰處請過嚟嘅，就唔係本村嘅，所以佢咧就喺個房喺呢處住嘅。當時嘅學制係點樣嘅？復式教學啦，咁啊先生又坐嗰張台，咁啊叫啲學生咧行埋佢面前嗰張台算咧，就教佢讀書。頭嗰三四年咧都唔識解嘅，只係讀嘅啫。讀到第五年、第六年度咧，咁咧就開始講解啦。你記憶中咧，你細個嗰時嘅老師比起而家嘅老師係咪嚴格好多啊？一定好嚴格啦，係咁啊，是要嗰啲學生絕對服從，因為啲家長咧就希望嗰啲有嚴師，然後就教到好嘅子弟啊嘛。若果佢學生調皮咧，個老師罰得少啲咧。佢仲要求教師罰重啲。你細個嗰時咧，開學嗰時有冇咩禁忌噶？嗰啲初學細路哥咧，若果佢父母係迷信嘅咧，咁佢就會揾塊布遮住佢個面，就由佢母親或者父親咧拖佢或者孭佢咧翻學，就唔好俾佢睇見啲牛啊、豬啊咁樣咧，就會將來會搶咁樣啦。咁以前咧，學校就冇書台嘅。咁啊，開學之前咧，個家長咧就搬一張書台，搬啲凳，咁啊，俾佢個細佬哥咧坐住嚟讀書嘅。書就書房鋪買啦，或者佢家長佢哥嗰啲以前讀過嘅書咧，就可以就攞嚟讀啦。簿咧就佢啲家長咧就自己嗰啲初初讀書啲家長同佢釘好嚟啦。嗰啲讀過一年半年嗰啲咧，就自己釘啦。你記唔記得點樣釘啊？仲你記得咁啊？經文紙咧就揾一張底一張面呢啲雞皮紙啊咁咧，就嚟做底面啦。咁啊，縫齊佢啦，要有幾個窿就嚟裝釘啦。喺呢一端咧，又要翻个窿。有钱冇钱，佢都系自己掟噶啦。打翻六碟，咁嗰本簿咧就釘成啦。咁就成為咧一本集字簿啦。我可唔可以試下用啊？你可以試下寫啊。
咁啊，我当你系学生啦。以前啲学生写完咧，咁啊，先生咧就评啊边个字写得好。咁啊，写得好嘅咧，就喺佢嗰个字旁边咧，就打一个圈或者两个圈。咁啊，譬如呢个语字写得好，咁啊喺旁边打一个圈啦。啊，即系呢个写得好啦。嗱，呢个列字咧。寫得係相當好啦，咁啊可以有啊俾兩個圈啦。天地如王，宇宙洪荒，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日月盈昃。